从这边看就是一头有猪鼻、有獠牙、整只的胖山猪，但是翻过面之后竟然又变成了达摩祖师。这块一件两面，名为山猪传奇以及达摩尊者，浑然天成，没有经过人工雕琢的块木。不止物件本身神奇，被收藏的过程也是奇迹。因为这块现值六位数字起跳的天然台湾块木，是从台湾变成漂流木，漂到日本被日本人捡起来收藏，几年前因为缘分又被买回到台湾收藏家手里。台湾这个流到日本，日本人来这边把它带回去日本的时候啊，没想到之后又回到我们台湾人的手上啊，最后弄到我吕国正阿鲁米这边哦，我实在讲实在话，我晚上睡觉做梦我都在偷笑。当时哈这一件奇木啊，这个转到我收藏的时候啊，我真的是这个不晓得怎么去形容了。而另外一件名为龙凤呈祥的台湾香樟木，一只龙一只凤，整体成型相得益彰。我们台湾奇木创意协会，我是基隆区的会长啊，这一件是已经参展过好几次，每一次到场参观的人都在哇哇叫，说怎么会那么神奇的东西哦，一边看起来是龙啊，一边看起来凤啊，所以有些老前辈啊就帮我取个木名哦，就说叫做这个来取名叫做这件宝物啊，取名叫做龙凤呈祥。这位隐身在七堵区的奇木雅石收藏家吕国正，17年前因缘际会接触到奇木雅石，变成兴趣，至今收藏了数百件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、意境不同的天雕奇木雅石。应邀到家里参观的好朋友基隆市议员杨秀玉，除了惊叹大自然的奥妙不可思议之外，也鼓励一般民众退休之后也可以和收藏家一样，尝试培养各种兴趣，怡情养性。也希望说我们在地的这个乡亲，如果说有退休之后，也要找出一些自己的兴趣，好，让我们都知道天人合一，大自然这个生物是千千万万种，它都是有生命的。那我们今天来到现场，看到很多的这些奇木雅石，可以说真的是刚刚如我们这个吕大哥讲的，真的化腐朽为神奇，真的很多这些的一些作品，真的一看就让人赏心悦目，而且看了真的非常的开心。除了奇木之外，吕国正看着自己最钟爱名为海门天险的广东蜡石，表示这些天雕艺术的奇木雅石都是大自然化腐朽为神奇的瑰宝，欢迎同好交流，更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台北举办大型展览，让大家一起欣赏到大自然的精华和奥妙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